京城有一个天河医馆，这楼不高地儿不大，事儿可真不少。他帮助百姓看小病，保护皇上立大功。哎，咱光说可不行，进去瞅瞅呗。医馆大夫朱一平就一小屌丝，胆儿挺大，心挺细，足有超人想象力，阅读神速过目不忘，大脑就算计算机，记忆能力处理能力都是杠杠的。还有那个柳若星，那就是一女神，轻功了得，精通飞镖，弹指如神通，身材高挑丰满迷人，带着一点小脾气，既善良又爱美，还有女人观察力。我就是精神名医朱一平，我没想成为什么御林军，我知道自己应该就是扶贫。什么神功和秘籍，也没有莫名其妙的咒语，我只有一群爱闹的兄弟，这就是名医的秘密。看到了自己拥有的天赋，学会了对抗敌人的套路，没什么可以惧怕的怪物，要到黑灯瞎火的啊，这是又累又饿呀，赶紧巡完这一圈啊，交班之后就可以回家抱着老婆孩子热炕头喽。呵呵，哎，你家老婆现在指不定在谁炕头上呢。你老婆才给人热炕头呢。嘿，没大没小啊。哎，你最近有没有听说京城那起连环杀人案？多心案，我怎么没听说呢？你看锦衣卫东西两场的啊，整天累得跟狗似的，在这个街上这个跑啊，哎，不就是为了办这个案子吗？哎呀，我听说啊，死者的心脏啊都被活生生的给偷出来了。这干嘛？老哥，你说这会不会是狐妖在作祟啊？你别吓我，大晚上的吓不吓人？怕什么呀，咱哥俩穿的是铁甲，啥玩意儿能穿透铁甲呀？说的也是啊。你别吓我呀你啊。是你不要吓我呀老哥。什么玩意儿？把你的心给我。
人呢？已经找人送过去了。乐，何九，何九暖和。兄弟，干得好！大胆！我要去天河医馆。大人，我跟你去吧。不用，兄弟，一路走好。这位客官，稍等片刻，朱大夫到。麻烦客官把手伸出来一下。接下来呢，我要问客官几个问题，望客官如实回答。朱大夫，请讲。妾身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客官最近是否经常感到头晕眼花、四肢乏力？朱大夫所言极是，确实如此。那食欲怎么样？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吃的？这个倒是没有，但食欲的确不佳。嗯，好，最后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关乎到客官的隐私，如果客官不方便说的话，可以不回答。你最近的房事，哎，别提了，根本不行。哼，好，我大体了解了。朱大夫啊，这病还有治吗？客官说笑了，这根本就不是病。啊！恭喜客官，贺喜客官，客官已经有了3到4个月的身孕，还望保胎为宜。不是，朱大夫，其实我这位客官不必诧异，看喜脉，我师兄说一，没有人敢说寒。看这条街上，哪怕是一只母鸡，我师兄大眼一看，你知道，它一窝能下几只狗崽子。低调，低调。这位客官，要不要尝试一下我们天河医馆十全大补药？特地买10盒赠1盒，另外还送我师兄签名画像一张。朱大夫，其实我想说的是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啊。这样，我给你打个折，你是今天第10位来到我们医馆的孕妇，给你8折优惠，怎么样？吃了天河大补药，半夜不哭也不闹；吃了天河大补药，肚子的孩子还想要。哎呀，都说你没文化，这几句非常稳妥。开玩笑。这位客官，朱大夫，妾身是陪我家相公来看那个不孕不育的，你刚才说的什么怀孕，根本不沾边嘛。看你的狗眼，看看你怎么看的病啊！我能怀孕，我能怀孕。哎，大哥，那个现在世界这个基因突变的特别快，你也许是变种人也说不定。你坐着，我给你瞅瞅。你要再说，老子不弄死你！敢动老娘的男人，我跟你拼了！你敢打我小师妹，你，我跟你拼了！管好你自己吧！住手！Thank you.
我倒是很想看看你的拳头会落在他的脸上还是落在地上。你们干嘛？这是看不好病还要打人啊？对呀，就你们这服务态度，趁早关张吧。哎，别，哎，什么破镜子？相公，各位观众，这位高冷的御姐是皇上指婚给我的正牌妻子柳若欣，这位可爱的陈安安是我的小师妹，我师父唯一的掌上明珠。哎，我偷偷告诉你啊，暗恋我很多年了，一般人我不告诉。这两个妞呢，长期在我的细心调教之下，和谐地生活在医馆这样一个大家庭里面，看看多好。哎，我是说偶尔和谐，偶尔。哎，喂，你御赐良缘也不一定靠谱好吧，你看看你袒胸露乳，一看就不守妇道，好像要告诉全天下的男人就你有别人没有似的。你真的有吗？你说什么呢你啊？而且我跟朱哥哥那是青梅竹马，朱哥哥最喜欢我，而且他说过要替我爹娘照顾我一辈子。哎呀，可以不大，但是挠一层，像你这种罕见的品种，偶尔对你关照一下，我就当是做慈善了。你狐狸精，想看看欺负人啊！哎，这男人呐，只要魅力一大就会出麻烦。哥哥，你说我可爱还是他可爱？哎，你可爱。再说一遍，可是我更喜欢你这样性感的女孩。朱哥哥，你不用怕她，我保护你。你说实话，你喜欢我还是喜欢我？好贱，还是要用血来养。可是我最近这个贱好像真是饿了。够了，我说你们两位神仙姐姐能不能放我一条生路啊？不能。哎哎哎，来生意了啊，以大局为重，以和为贵啊，先做生意做。哎，你No!
不跟你计较了，但这次我给你算个友情价，赔我30两银子，你赶紧赔啊！要是赔不出的话，就给我永远的滚出天河医馆。天河医馆是圣上御赐的金字招牌，我是朱一品的指婚妻子，所以这家医馆的女主人应该是我。我想砸哪里就砸哪里，跟你有关系吗？喂，我从出生起就是这家天河医馆的大小姐，你这个狐狸精，居然敢去这鸟窝还不拉屎！啊啊！用不了成语就不要勉强自己用成语嘛，说你是文盲还真是侮辱了文盲，笑死人了。你才是文盲呢，那鸟不都一样的吗？狐狸精，今天不给你点颜色，你都不知道什么叫正式风范。你别吵了，我怎么觉得今天哪里怪怪的？下不为例啊！我什么我呀？你以为你是大哥呀？哎呀，真会玩了你这，皮开肉绽，不缝针，半个时辰都活不过去。救人！我知道，当然要救人呐！我是一个医生，救死扶伤那是我的责任。大闸蟹来喽！来了！哎呀！哎呀啊！大闸蟹好肥呀！哎呀，哎，这位客官啊，我先跟你说一下，我们啊，这是朝廷颁布正规许可的生意，所以说救人，那是要付费的。嗯，人家不是付过钱了吗？你还想怎样？他给那点钱哪够啊？养这头蝉都不够。别暴躁，一会儿就来钱了。客官，我来给您好好算一下啊。刚进来的时候你没挂号，但是这个钱你是要补给我的啊，而且是我亲自接待的你，所以说这个号是专家号，专家号就要贵那么一点，对不对？再说手术室，你直接进了贵宾手术室啊，
贵宾手术室啊，只有最上层的客人才允许进贵宾手术室，啊，你现在呢换房间比较危险啊，医生不建议你换，你就在这儿待着吧。不过呢，这是我们最豪华的手术室，那价钱自然也是最豪华的了。毒气排尽，准备手术。麻醉剂没有了。你有没有搞错呀？这种东西怎么也能断货呢？你自己说的，吃麻胶剂不够麻吗？我呸呸呸！对不住啊，兄弟，麻醉剂没路上。柳氏麻醉剂，居家旅行杀人灭口必备之选，你值得拥有。我控制住他的伤口，你们赶快把大闸蟹的蟹壳熔炼成手术蟹。好。哎呀，搞定了，搞定了！朱科长，你太棒了！哎呀，这蟹壳做的手术件呢，不但坚固，而且呢还能完全被人体所生，在不留疤痕的情况下，还能起到补钙的效用，一口气上五楼不费劲儿。真的？那我不用发财了。能熔炼出几根线呢？再说了，大闸蟹价格昂贵，一般百姓是消费不起的，所以呢，做梦之前先动动脑子好吗？狐狸精，你别瞎嚷啊！你，哎，好好好好，安说的也没错，那万一有一天我给皇上看病呢？切，朱大夫，哎，放心吧，没事了啊，你这伤口已经痊愈了，放心吧。No， 朱大夫，我的意思是说，车夫还绕路赚脚钱呢，啊，我这个纱布是给你多包了一点，但是，哎，算了，我给你打八折，好吧？不是的，朱大夫，我有重要的事要跟你说。再重要也没有命重要，你好好给我养伤啊，不许下床，不许动啊。哎，我一定要说的。哼，医馆特制的安神针，术后镇痛，催眠佳品，不过很贵哟。啊，哎，他用了一支安神针，记得帮我记账上啊。好嘞，童哥，自从你当一家之主之后，我们医馆的效益可谓是节节高升，多亏你了啦。哎，那个我饿了，你帮我看着一下，我去吃点东西吧啊。哎哎，干嘛？就知道你饿了。我特意帮你煮了我做的面条。看，这是我为你做的十全大补面。
我小师妹做的那肯定是绝世美味啊，天上仅有，地上无存。我给你做了一点好吃的，伙食费给算八折。你真好，来，多吃点。哎呀，我去！我喂你。哎呀，若曦啊，今儿白天的事呢，我想跟你掰扯掰扯。其实我和阿安呐，真的没什么，真的不像你。少废话啦，怎么了？睡不着？我在忧心那个伤者。哎呀，你这个面看起来挺好吃，等会尝。想吃自己煮，厨房里还有剩面呢。怎么啦？想让我给你煮啊？不可能，我可以用剑保护你，但是不可能像平常的女人一样围着锅台转。哎，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我也吃不了一碗啊。那就饿着吧。嗯，要不咱俩吃一碗，我洗碗。你说的，给。一起。想什么呢？啊，没什么。你下的面真好吃。好吃是好吃，可是做起来真心麻烦，切面切人家脑袋还要费劲呢。还有啊，如果把面里面加上一点辣椒油，简直就像泡在血水里的肠子一样。哎呀，我这正吃着呢，你别说那么恶心行不行？再说了，你一个女孩子家家，说话能不能矜持点？怎么好大的狗胆啊！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，皇上御赐的金字招牌天和医馆，你们有几个脑袋够砍啊？好像唬住了。你说
放箭！我去，皇上的面子都不给。你先走，我掩护。那我先走了，你注意安全啊。不对，安。糟了，调虎离山。我没事，我不过，你继续啊，你继续。朱一品，这个时候你还害怕什么？是男人你就上了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天河医馆的馆主。嘿嘿，你们干这种苟且之事，当我不知道是不是？我说这个小贱人最近怎么爱化妆了？啊，感情是外面养了个野男人，三天两头的往外面跑，现在还招到我医馆里来了。你不用解释，解释就是掩饰，掩饰就是事实，事实就是你给我戴了绿帽子。你别跑啊，我饶不了你。我小贱人，别睡了，你以为装睡有用吗？啊！给我醒醒！起来，快给我起来！偷人偷到这儿来了，你也是可以的。你以为装睡就行是不是？站好了，站好啊！我要开祠堂，我休了你个小贱人！还有你，不是你下面那个，你是不是知道？你是不是看见了？你别给我装睡啊！快给我醒醒！哎，起开，起开，起开！你得给我做证人，知道吧？把他进猪笼。来来来来来，走走走走。哎呀，你是不是看见了？你要给我作证啊！你死定了！我告诉你，我找到证人了。哎，我弄死你！我，别睡了，小贱人，快走！你还敢动我牛二品呢？你出去扫定扫定天河医馆牛二品。哎呀，醒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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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开饭了，这么早？还早，再不行，阎王能吃早餐吗？带着人快走啊！快走，快走，快快快点儿！停！你可知道，我师父除了传我医术之外，还传给我通天的武艺。我原本以为习武之人就是为了强身健体，可是没想到今天却要大开杀戒。今日你若离去，我可以饶你一条性命。不然，大哥，上有老下有小，高抬贵手放了我吧。是。是你啊，宇轩，太好了！哎，你那个按摩棒什么牌子？江南天宫房的不传秘宝苍龙玄甲，算你识货。
功夫长进了不少啊，不过瑕疵也不少。老白毛，不服比划比划。打完这一场再说吧。东西两场合璧，他死定了。还有天河医馆。小心练功的时候把门打坏了，你信吗？还没问你们呢，你们干嘛呢？我在给雨轩疗伤啊，他中毒了，我帮他吸出来。我来。怎么着也不能让那个老白毛平白无故占我猪哥哥的便宜啊。你行吗？好歹我也是天河医馆前馆主的亲生女儿，我会不行？闪开。你上哪儿了？这儿。我来。哎，那怎么行？若琴，你要给我小师妹一点表现机会。怎么着也不能让宫女生干这种事儿啊。哎，你愣着干嘛？不行，客气，好了，一边去。哇，毒姐果然逼出来了，毒是逼出来。可是我的屁股受内伤了。你放心好了，凶手的情绪已经稳定住了，我让安安看着他。可是他说要送他去一个安全的地方。去我们东厂吧，那里绝对安全。那个黑衣人是谁呀？为什么要杀他？你们有听过京城连环杀手夺心案吗？略有耳闻。你一直在查这个案子？上记当铺上老板，烟雨楼邵掌柜，无为茶馆的东方老板，还有四国赌坊的陈掌柜，一个月之内连续四人死于非命，死者无一例外都是心脏不翼而飞。几天前我得到可靠的线报，去盘问一个非常重要的证人，怡红楼的头牌姑娘紫梦。吃好喝好啊，吃好喝好。哎呦，来新小帅哥了，我去招呼一下啊。哎呦，这位帅哥好面生啊。阿姨，来我们怡红院就是为了放松放松，干嘛绷着张脸呢？哎，好嘛，要么我找几个当红的姑娘陪您喝喝小酒聊聊天。我不找姑娘。你来我们怡红楼不找姑娘，你想干嘛？找工作？我不想跳槽，我有工作。把紫梦给我交出来，我有事要找她。紫梦姑娘，她正接着课呢。
瞧我这眼神差的，官爷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子梦啊，你看这子梦啊，应该和恩客歇息了。要么，哎，子梦，哎，你。子梦姑娘的心脏，是的，被活生生的掏出来。这是宝物啊！你舍得送给我？像我这种高手，已经不需要它了。啊，朕就是喜欢你，见皇上恩宠。就冲着你，出来单挑啊，矮子！印度公主在哪儿呢？出了城北，一直走就到。这可正在江南一带。走到分离。